吗？开始了，开始了，那开始喽。嗯，我们现在，你前面都会讲什么？我是傅彦堂，我是刘彦堂，你不用出门，我们就带你看面中部地区最多的房地产，对我们的物件最多，而且 CP 值最高。对，啊，记得看我们影片，一定要订阅，不是只有订阅而已，还要开启小铃铛，因为随时都会叮咚，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架物件。那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清水区这边算是离市区多远了、啊、海滨路这边嘛，然后离市区来，我们给你看一下那个 Google 地图。这是我们的专签吗？我不知道，好像不是，但是这个是边间注释的注释透天的建透天建地注释。对，而且你看哦，它边间间间都开窗。对，为什么？因为它旁边这个都是机关用地。对，这个都是机关用地，以后都有可能被征收，所以这边暂时都还不能盖房子。我觉得就算盖房子也是盖政府的机关用地。我觉得保护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开发人员，我只能说，这里是靠近华江北街跟民享路，民国的民，享受的路，享受的享，民享路，华江北街附近。走一圈绕一圈了。啊，对啊，你大概还是可以知道大概的路。这附近有一个叫做那个长照机构，增援居家长照机构啊，算了啦，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让你更清楚说在哪里。这是注释的透天建地哦。对，那我们对啊，所以旁边有一个郡沟啦。对，这条是那个华江南街。对，华江南街一段。对，好，然后这边它还有边间，好，开了很多窗。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个窗户，超级边间的那个开窗明亮通风，还要超级哦，当然啦，边间用边间，你知道吗？我比较喜欢边间，因为间间开窗嘛，你看他连厕所都开窗哎、欸，对啊，只有一楼我刚刚去看过没有开窗了，对，然后而且他旁边有空地，对，而且他等一下老公，他上面有太阳能板，对，还有太阳能热水器，他除了这边有空地。这边旁边也有空地，都可以临停、都可以临停。但是呢，因为那都不是自己的地啦，如果你真的要长久停，门口停一台小车是可以的。那我们停一台像这种没有屁股的小车，是我们同事的车，好，这个可以直接停门口，不要挡住别人的路就好。因为刚好这边有一个电线杆，好，电线杆挡在这边，你要停车其实也还 OK。我们拍一下外观，但是当然电线杆也是一个缺点啦。那你会问我说这个是？几年屋？几年屋啊？你要问陈判，他们在后面。这是几年屋里？几年屋、啊？对。它地坪有24.5坪，24.5坪。然后建坪登记话是36.5，里面有六间房间。六个房间，就是三楼是增建、我们等一下上去看看，可不可以做成套房？套房，套房的，因为它目前是两位。哦。要做一定都可以做，钱就是要钱，他不知道可不可以开后门哦？后门他没有后门，对啊，后门没有开，只有开窗而已。因为我觉得机关征收用地的话，这个一时半会会还不太可能啊。对啊，但是他就是确定是不能盖。不过你、不过你就是很方便，你可以停车，因为机关用地这个不知道到时候最后使用的时候，不知道是10年、20年、30年。是，对啊。意思是说，它这里是台中市清水区，有待开发，但是呢，注释啊，注释哦，它算是还，通常啊，在很市中心才会有注释。可是这里居然这里还蛮偏僻的耶。对啊，那时候我进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这间有整理，那这间你如果问，通常99%有整理的都是投资客，但是这间不是投资客，它民国90几年买的，已经买了10-20年了。对啊。好，就是买了十几年了。对，这是什么狗？买了20年，他这个屋里他已经买了快20年了，然后但是他要卖，他稍微小整理一下。老公，你知道现在的建商都跑来那个海线插旗嘛？对啊。
什么海岸第一排啊，海景第一排，海景第一排啊，海岸。那我们这个虽然是不是海景第一排，但是它的价位很迷人，对，因为它比三房还便宜。对啊，你那边三房是多少钱？全新的三房，而且还公设特别多，对，而且房间特别小。那我们这个呢，又有天又有地。好，那它有当然有缺点啊。第一个，它有电线杆在门口，但是刚好它这个电线杆可以方便我们停车，比较靠北挡路。然后第二个，它的线路没有换，因为毕竟它不是投资客了，对，线路是旧。那我们看客厅有多大？它的。你刚刚不是说可以牺牲前面这边吗？这边是不是可以停车？牺牲这可以停几部车？牺牲客厅一半啊，可以停一台车。OK，我们看一下多大，因为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可以？它其实以前是七楼了，对，它以前是七楼，七楼，我们看一下，七楼把它盖起来的，客厅很大，如果加上七楼的部分就很大。對，那因为这个它都已经盖起来，而且它是用翻墙，这个骑楼它已经用翻墙盖起来了。好，那深圳的客厅是从这边开始，所以這個，因为你看上面，你看上面就知道有分界点了。对啊，还有你看它这边，这个梁柱都这边有梁柱了，然后所以你这边的骑楼哈，你可以把一样可以恢复成停车的空间。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也是砖墙。对，我这次敲很用力哦，你上次给我打脸。好，听到了吗？这是砖墙，不是木头的。好，后面呢就是它的楼梯间，没有换。好，这算是传统格局了。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厕，哎，这是小狗。抱歉，我刚刚说一楼厕所没有开窗，因为我没有看清楚。有开窗。然后它的浴缸好特别哦。它名思字啊，对啊，是说要做那个按摩效果啊，还是是不是如果要后面没有人帮忙抓磨砂的时候就把那个是不是录一录就好了，身磨掉这样子。我们两个真的是神经病，来这间可以做孝亲房，小小的迷你孝亲房，对，好，只是小狗实在是，来快点，这个呢，其实呢，它这个是有砖的，它，为什么要用这个？不知道。它有壁癌？不可能啊！如果有这个，怎么会有壁癌？这边又没有那个木头。哦，原来如此。这个是增建，后面这里本来就有的增建。这边本来是后院，这里本来是后院。哦，那后院它已经增建起来了。这是旧有的还是新有的增建？旧有的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外观，对不对？看窗户就知道。对啊。好，这所以不用担心被拆、被举报。都旧的。对，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木头？因为它之前是窗户啊。对。但是呢，为什么它要整片？有可能哈，以前这边有壁癌，好啊，所以因为里面有埋管线，为什么要埋管线？好，有可能水管有经过什么的，所以它有一些壁癌，然后它就把它整个封起来了，一劳永逸。好。好，那上面那个通风口是做什么的？这个吗？通风就通风。你这边窗户旁边都是窗户，为什么要通风？因为热气是往上。难怪熱氣我们一进来的时候，一楼蛮凉，就很凉快。你看这个一层一层的往上，好贴心哦、喔！给厨房的那个煮菜的爸爸妈妈，还有现在爸爸也有煮菜。不会闷热了。对，煮菜的。好，我们现在看楼上，然后你基本上你们看楼顶比较高。对啊，因为这是骑楼，好，看到这个骑楼通常都是店面的设计，所以才会注视。来，我们上楼梯，古色古香。所以呢，这个楼梯呢，老旧，楼梯间，超大的。之前我们看的都是四方形，而且它有开窗，非常明亮。这样。啊、之前是不是看这样子一半的那个什么那个对，那个地板对不对？这个还蛮好走的。对，而且你知道吗？转折比较多，是因为一楼它没有转折比较高，就是两折。我们一进来看到的是你又在打我的脸啊！好，对不起。啊，看一下一楼这个工位，这是第二个厕所。对，我们再看说可不可以做成套房。等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还没有看过哦。好，这是合适啊，合适。好，来，这个是石墙哦。石墙。应该不是转折，应该是楼梯比较高。
因为我们这都是跳高的，连二楼都是跳高的。可是他都用装潢装弄起来，其实真正的高度是这里。你看哦，光是看这个楼梯就知道比较陡一点了。对啊，有稍微陡一点。来，这是石墙，然后这个是木头的，因为它有隔间。它刚刚不是说六间房间吗？对，都有开窗。大约三平，两平三平。三平，这大概三平。这个也是隔间，等一下我敲一下，这个应该也是隔间。中间两个房间都很明亮，因为它有大窗户。以前呢，像这一种的话，如果在市区不是边间的话，都是暗房。嗯，对啊，因为你看都有大窗户，其实也不用开灯。对啊，我们现在是中午12:51。这个呢，是不是有外推？当然，本来是阳台。你看嘛。你觉得要外推还是不要外推？再回当然要外推啊，要不然你阳台大家都是积灰尘，然后把那个你在说我们家上次还把那不是就是会把那个排水孔堵塞啊，然后外面阳台就开始积水啦，然后就楼下就壁癌啦，很多后天都是这样的。哇，多少？你看哇，好多人哦。我跟你讲，这间会卖很快的。对，再照一下。不用了，他没有隐私权，你要一直照人家。好，来，我们到三楼去。我刚刚说，这边登记的建品是36.5平。哦。马上去，这楼梯有比较陡一点点，因为有跳高。然后楼梯间一样也有窗户哦。对，很明亮，没有灯，还是这么亮。对，我们完全都没有开灯哦。是楼梯间，其他。好看最后一间后间 后面这个房间就是增建部分哦。我们的厨房在下面。不是。不是吗？我们的厨房在那个外推那边。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这边正下方是第一楼是那个小平房，忘记了。哦，好。啊，外面这边才是厨房。好像这个打不开。不然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什么屋顶了。看得到吗？看得到。对。大约了。对。好，我们看那边，老公拍得到吗？哦，可以看得到他的屋顶，是旧的，他放了很多杂物，放了很多杂物。OK， 要帮你排除障碍物。谢谢。来，这个呢，旧式的那个门，这个没有换过。三楼是增建，油漆的。三楼是增建。好，这个走廊呢？但是它虽然是增建的，但是它是用砖墙砌的。对。砖墙。这个都是砖墙哦。没有，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是木头的。它也有开窗，很明亮。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这边是增建啊，三楼是增建。外部是铁，有一部分是铁皮。哦。好哦。只有这片是石墙而已。对。好，我们再进来看第六间房间。好，第六间。这是第五间。哦。这是第六间神明厅。神明厅呢？看一下，帮我敲一下后面。木头。后面。石墙。石墙。好，木头。等一下，我要说明一下哈，为什么要木头？因为哈，神明厅它的尺寸有规定，这个你也知道。对，所以有些人的神明厅哈，如果它尺寸就是根据他们的自己的需求，从然后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深度宽度，所以呢，它的神明厅你是说用那个什么文公尺？哦，对，就是他们专用的神明厅。对，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因为要挡那个壁癌，不是。是为了那个民俗信仰的关系哦，所以他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不太可能有壁癌啊，因为这没有管线的问题。好，面对的这边没有水啊，看一下有多大这个神明厅。管线是真的没有换，你看它的那个什么，这都是旧的。旧的。好，看一下我们前面的那个神明厅。它上面都已经熏黑了，已经有熏黑了。哦，好，这边也是黑的，但是它这个瓷砖之前有换过，之前。我们看一下外面。好，这就是旁边这个电线杆。
然后旁边那个空地也可以停车，临停都 OK， 但是因为那个不是自己的地，不是自己的地就不要久停，怕一会有人会叫我们移车，毕竟不是自己的。OK， 好，走吧。隔壁也是，我们到周遭环境去，然后这边是明厅，还有这个小窗户哦。对。六间房间，五间房间，这一层楼有没有办法再做厕所啊？可以啊。在哪里？就找水电那个同事也来做就好。坐在哪里？坐在哪里？看他们管线想要怎么拉，只要有钱的。我觉得这边就可以，那边有一个排水管。不，跟排水管没有关系。哦，不能嘞。粪管要拉上来。哦。只要花钱都办得到。我觉得那个三楼应该再增加一个厕所，比较方便。可以啊，可以啊。清迈的人自己准备多一点的现金量。其实你知道吗？这间的话，它这间800多万便宜。880。八百多。小顾总。对。CP 值很高。好。我们都是拍 CP 值高的物件。就是你比较好入手的。对。这个是住室，所以贷款可以到哪里？我们6-7层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啊。有啊，这里有开灯啊，我把灯关掉，还是很亮。Okay, 对啊，还是很亮。你看这边，都很亮。这一层楼还可以再增加一间厕所吗？这边已经有厕所了，啊，这样可以啊。所以你看，我刚刚是不是说这一间的上面那一间，后面那个房间被粪管拉上去一样？对啊，那一间可以做厕所啊。哦，可以啊，这样可以啊。好，走吧。所以三楼就有多一个厕所，不是很好吗？对。我们去逛大街了。我们去周遭环境介绍一下，我们还没拍完。不好意思，差不多，你们可以进去。不好意思。我们里面都拍完了，我们到周遭去拍一下。好，这样子，不要那种。有，没有关系。好，这边就是旁边那个空地，啊，这边有一个工厂。这边就是刚刚说可以临停的地方。对。对。就是他们是说停一下没有关系。那但是他有放那个什么，那个三角锥，就那个就不要停了。对啊，有放三角锥就不要停。当然，我们旁边有空地啊。对啊，其实我们那个空地不知道可以停几台车，4-5台车都没有问题。对对对。这里就是冥想路了。笑什么？然后我们觉得应该要去哪里休息一阵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好，快点去养生，对不对？去运动养生，趁着没有车可以开的时候。你是说走路环岛吗？可以哦。好，来到大马路边。那我是不是又可以恢复到虎背熊腰了？来看一下这里呢，就是还是虎背熊腰，够了、哦。来看一下，这条是冥想路。对，然后呢，你看，冥有冥字冥想。那我看一下这里，它这边呢，往前面走。等一下，有一个 Seven Eleven 在那边，对，便利商店，那边就是五泉路了，那边。对对。这边就是华江北街，对，华江北街呢，左转，第二个红绿灯左转，嘛，第一个红绿灯也可以，第一个红绿灯左转之后，就是会遇到五泉路了，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比较热闹一点，就是还有书店，哎，现在还有书店。好，这就是冥想桥了，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没有走到那个
第一条的那个就是五权路了，你知道吗？嗯，以前大家因为我叫刘一恒嘛，对不对？大家都第一次看到我就说，看到我的字，我的名字，然后不会念成，都说你刘一翔，刘一翔，我说一想一想，你是刚刚看到那个冥想桥，还有冥想路，阿嬷啦，阿嬷最喜欢说刘一翔，每次留言的时候，一想一想，一想一想，阿嬷不是一想，是一横，那多了那一杠有没有？一横未知想。好，来，好了，结语了。OK。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里环境还不错，只是说可能生活机能没有到很好。对，但是离市区，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市区啦，这里也算市区。但是要真正到就假期那种市区，还要稍微骑摩托车一下。对啊。嗯。其实它这个已经注释又可以银灯。对。然后不可思议，这里居然有注释哎。故事还蛮常见的，好，那大概是这样。如果有喜欢，赶快跟我们联络。对啊，那看看一堆人等着排队在看。对啊，是让我们先拍完，然后他们就赶快再进去再看。对啊，对啊，赶快，赶快打电话给我，下好离手，不要再想。对啊，我们狮子会越来越贵，透天比三房还便宜。明明那个一瓶比两房还便宜。明明那个一瓶在那个市场上的行情。那个什么，那个是一瓶要60万的，偏偏一定要出那个40万，不懂哎、欸。啊，算了，不讲。好，你在，我知道你在暗喻谁。好，好，我问你，我问你，你的土地一瓶60万，你他以后还是你的客户？等一下，我还是要讲，你的土地一瓶60万，你会愿意卖40万吗？好啦，好，大概是这样子，亢奋。好，大概是这样子，不好意思，舒压一下。他看到这集，他以后就不给你买。没关系，无所谓。来，反正我已经介绍。你的意思说老娘不缺这个客户是这样子吗？拜托好不好？你的房子被人家打五折六折，你愿意吗？好啦，将心比心。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哦、谢谢大家，你的 slogan。好，我希望你会喜欢这间房子，要赶快打电话给我，请不要错过，好东西不等。好，然后当然你有权利不喜欢，可以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看看我的频道里面有没有其他你喜欢无间，因为我拍的非常的多，上千集了。好，然后如果都还是不喜欢没关系，你很挑没关系，请记得还是要继续订阅下去，因为我每天几乎都会上架全新的物件，对啊，让你来参观选购。对啊，而且我们都是一进到底，进到位的剪没有剪辑，没有广角，没有美化，如临现场一样，甚至把地点都很详细，跟让你知道是其他中介不敢做的事情。对，不敢做，对。当然已经有开始很多人学我了，我觉得这是好现象。公开透明就是我们的初衷，我希望所有的房仲都可以跟我们一样公开透明，好坏优缺点全部跟你讲清楚，你不要白跑一趟，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滑平盘、看 NJTV 的 YouTube 频道，对啊，我觉得我们很好啊，就可以知道这一件事。我们一直都帮人家设想，不要浪费别人的那个宝贵的时间。那当然也是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啊。对，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我会持续的拍下去，即使身体不好，还是继续做。不要再说了，谢谢，拜拜。我昨天没有拍耶，昨天是今天要多补一些。今天是因为要，昨天是因为都要帮爸妈处理事情，所以都没有拍，大概是这样子的，拜拜。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支持，拜拜。请冷小伟一分钟，还有一分钟啊？对，那一分钟要说什么？冷小伟。那什么笑位，后面人家就不看了，好不好？嗯，反正他们自己也会跳走。啊，不要放弃，真的不要。继续干掉他吗？我们不是。我们最近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对啊，很夸张的心境。处心积虑的为买方设想，结果他觉得我们只是给他设圈套。我觉得，好了。算。那个好心，好心被雷击入侵这样子。好啦，快可以了啦，应该一分钟就到了。这个是木瓜哎、欸。好吧，我们当然该赚的钱我们会赚的、不该赚的钱我们也不想赚。对啊。好，大概我们甚至还把客户给同事嘞、欸。对啊。算了，没关系。大概是这样子，可以了，一分钟了。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拜拜。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拜拜。拜拜。